有很多大车做大车定位的哈，他不知道底盘的结构，所以今天我们来一起看一下真正的大车底盘结构，就是一台大巴车的底盘结构啊，这是前轮，前轮部分的悬挂结构，这里是气囊，就是传说中的气囊减震器啊，这一个支臂看到没有，是前后方向拉动的支臂，这是改变主销后倾角的位置，如果你想调这个车的主销后倾角，就在这个位置加垫片，把这个螺丝松掉，在这里加垫片啊，前后拉动改变主销后倾角啊，然后再过这边，这个就比较好看，这是一个调横栏杆，就是前束角的啊，调前束角的地方 OK。本视频由战斧售后团队制作，更多培训资料敬请关注战斧官网的技术培训页。